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市为着要抢救观光旅游业，宣布讲为十二月到明年的三月，将要补助200,000的旅客到台北市来游览。结果，予议员来质疑讲万半怕落。再去郭文铁到民营社会主体来视察，伊讲这个补助应该要精准，唔是钱摕咧乌白压。改版传统的设计不同款，明伦社的主体是台北市长郭文铁任内一手打造的，对伊来讲有不同款的意义。从设计规划到兴建到完工到入住，全部都是要认列。哦，这是第一座，所以它有它的时代意义。有好成绩，冇批评。为了抢救台北市的观光旅游业，台北市宣布为十二月份开始到明年三月，补助200,000名散客甲团客到台北市佚佗。不过议员质疑讲，这个补助的卡手有够慢。这个纾困，我们还是要精确的纾困。我们目前发现，上真正有受伤害的是出租那个房间的旅馆业，特别是在过去在做国外旅游的，在收国外旅客的旅馆是直接真的有伤到。所以我们在整个那个设计，就是说我们要补助该补助的，而不是大傻逼。伊无认为卡手伤少，可能是因为民调和郭文铁信心。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调查，六都市长内面上无受欢迎是高雄市长陈其迈。伊在这摆调查上尾名，唔是郭文铁啦。这不干我的事，或者我们至少我们台北市哈客观指标都是遥遥领先。民调有啥物变化，郭文铁无啥会去关心，伊干那是咩做好市长的工作。Thank you.